要这样子打上之后的基底，然后他会抓原住民去那边，所以撒石头，所以那边地上有地上的标记，啊，地那个五百号说，其实现在看到看不到，就是几乎全部都变废墟。之前晚上去那里玩的时候都就是毛毛的，平平。我有听说，我是听说我刚听当地人讲说，九州不是这边很自杀的地方。对，我有听说过，就是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有它的传统在。因为哈，以前日本没有这个日本社会之后，全部整个都被然后被原住民搞爆，就原住民搞爆，就是日本撤退回日本之后，你这边刚打就是应该就是反正在日本把那个东西给拆了，就把刑场那个台设施什么的拆掉，对啊，就整个基地几乎都被拆掉。对啊，我现在要讲的是日本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日本那个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日本就要进来管台湾。当时进来管台湾吼，那个尤其是在原住民山区地方，就受到很多抵抗啊，尤其是就是越往山，待会我看一下，我们先这个待会有地图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简单讲，就是当时日本人为了要更镇压原住民，所以就会发生很多像你说的那种，原住民跟日本之间的冲突。真的吗？我们那边的鬼故事，鬼故事谁说的？是当地人流传还是你自己？一个当地的司机。当地司机让他说什么？忘记了，不是你，是客运，是把那个司机讲的，他当地，他是我们这边的人吗？不是，他乱讲，没有，他就是讲的我后面是那个，就从后面是那个。然后我上次就轩宇跟赵东还有薛跑去玩，你没有去看？那边有什么？就是乡公所有做什么？就是那边是一个观光景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湖，然后那湖旁边还有一个很长的步道。啊，我听全方讲是说，像当地人要是要自杀的话，都是到红湖里面去，就是跳湖，投湖自杀。我听说过这个传闻，对吧？啊，绿竹，你上次说你原本知道我的事情，是他说的吧？啊，是什么？那你就撞，你是撞在一起了吗？他有知道这个，这都可以吗？因为大家都一起坐公车，我以为大家要回去讲，就是听说一些有趣的事。那首先我们现在看那个，一样，对吧？对吧？啊，我没有看。好，首先这是宜兰的位置哈。那大家觉得这张地图怎么样？它这张地图它不清楚，怎么样不清楚？不清楚的。没有方位，没有。它没有标注地名，没有标注地名，方位角，没有方位角，没有比例尺，没有指南针，没有比例尺。但是它这张地图它有一个作用，它作用就是在于表现宜兰的位置上面，因为它是用颜色的原因来表现出说，就是我们现在要在选这个地方。那刚刚没写地名。所以他没有写地名，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张，这样有比较好吗？稍微有一点，好很多，稍微好一点。我可以再选。还有标示出那个地名，还有路线，路线，而且还告诉那个高度高度。可是他没有东南西，一样没有东南西。方位角。所以就是说，通常我们说一张正式的，不要是出版的那种地图，都要有方位角。但是一般而言，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图，一样都是北面朝上。所以，尤其是现在网络时代有很多就是出于各式各样用途的地图啊，有时候他们为了方便，或者是懒，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就不会把方位角加上去。那刚才那个就有讲到嘛，像这张图，我跟上张图比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地形，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这边有一个，就是算是南洋溪的那个河道，还有那个然后还有再来就是说它已有的地名，但是某方面来讲，在这边，其实在这张图上面，我们就看不出来现实。这张图它就是至少它是有县市交界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就是宜兰有跟这个是下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宜兰县它有跟这时候就是新北市，这时候还没这张地图比较久，新北市、桃园县、新竹县、苗栗县等等，这边是华，这个应该是南投，我猜，我不太确定，应该是南投。它有跟这么多的县市交接，然后这是宜兰的位置。它这个就有标方位角。对，这个就有方位角。那找没有画图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一下一口气找了很多，我不太记得我一张图是从哪边找的。找很多都有。那前面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宜兰跟周边县市的关系嘛？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宜兰的宜兰县的那个地图位置。那你们觉得这张地图好不好看？不好看的原因是什么？线条太多。线条太多，你不知道哪一条线是干嘛，哪条线是干嘛？对啊，看不出来。畸形在哪边？台湾不是这是宜兰。宜兰。你看，这
吧。哦，这是基本上都是铁路。你们坐的是那个环侧铁的。黄色的不是哎、欸。那台梯吧。我是说的是各种。我只是三线。我知道红色是各种。红色是各种。就是有可能是什么有台六十一什么鬼的。台六十一，你们骑单车骑过吗？啊？骑单车有。有啊，我骑过。我们骑脚踏车。什么东东的？你什么东东的？一什么东东台什么东东？一四啊，一六七什么？哎。TTB 啊。那个女主角叫花。我们的花都是骑台七，整条台。你的花都走的台七哦。不过这条上地图上我没有去查那个道路。哇，不会这条是属于哪的？不知道是哪属于。我们的花车在去到了。你去到了。政府规划上，那我们再来看下来。要台湾路啊，上来这边不是下去有一个大平路了，走大平路。这样子，他叫上坡。你们觉得这样子他想要表达什么？他想要表达右上角那个小小的。可以在中间上面加油。那他为什么是在这样子写哦？嗯，哦，那应该是要表示宜兰，在西藏。表示宜兰，可是他不是宜兰全部哦。你看，整个宜兰这么大。嗯。整个宜兰县这么大，哦，他只有画一半，他只有画，那为什么他只画这一半？上山不是一个上坡，之后一条道平的。哎，你们等下再聊，等下再聊。然后我是掉一下。上岗位，谁先上岗位先讲别人。不是，是上课讲的，你们下课讲啊。好。来了，是掉一下。不是，来，你们两个坐下。你们觉得这张图要表现的是什么？哇，还是台湾的。你看上面宜兰这么大一个，对不对？为什么他只坐这边？平原啊，平原哈，注意到平原山，加马地，所以在那个地理课本上有一种知识很重要，就是说，因为前面这边是南洋溪的流域，哎，那一块跟我平的地方，所以我平的是宜兰啊，你看看，我不是，这边你看，你会发现，就这一块也是平的，从如果色颜色比较深的地方是代表那个高度比较高的话，那颜色比较浅的地方是平原嘛，这边再来看一下，这边。可是他那是因为这一整块都是平的，对啊，就是这一块。哎，真的，它，所以它整片绿色就是平原。对啊，你觉得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会长这样？宜兰平原，加上宜兰平原，平原会可以种东西，可以种东西。对，种小麦。为什么是平原？就有面包吃。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冲击扇？不知。有没有听说过？没有。冲击扇的意思就是说呢，通常河流哈，水都是由高处往低处流嘛。那这边都是山，所以显然这边比较高，对不对？然后呢，宜兰最重要的一条溪叫做南洋溪，它就是由这边太平山这边一路这样往下流。南洋溪源头不是在这里？哎，江嘛，在哪边？宜兰会北在上。对对对对，就比太平山更，先等一下，比太平山更深山的地方，这是源头，源头又往下流，流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山，没有阻挡，所以水就到处流，都灌流。所以呢，简单讲，南洋平原这个地方等于是这些水从上游流下来之后乱冲出来，冲的平原，就这个叫冲击扇。那叫冲击扇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点像那个喇叭状一样，像漏斗状一样的，就是有吗？有这样吗？感觉不像，感觉不像。那没有没有，陈队哦，在你眼中只有那个电脑里面的那个图片才是最像的。OK， 好，对，就这个样子。所以呢，好，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刚才那个冠城说这个地方很适合种东西，不只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水从山上往下游，沿路可以带来很多就是营养的东西，就是山上的泥沙啊，然后落叶啊等等这些东西，动物的尸体之类的，或者是动物的尸体之类的，就是一路流下来，它的水它会带来很多的养分，那养分就冲击在这一块地方，所以在这块地方呢，我们这边的土呢就非常的肥沃，就可以种很多东西，所以冲击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概念。然后我再这个是那个什么什么巴马台风，2009年有个巴马台风，那个时候那个台风很严重，严重到就是你现在去上网，你去网络上找，你都可以找到当时山西淹到很高，淹水淹到不行的那个照片。那这张图它表现是什么？你们有谁可以说？本基，对，本基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就是冲击扇。哎，真的好像本基哦。嗯，对吧？像本基的吧？上过雪啦。对，上过雪。那有没有人可以解说一下这张图它想表现的是什么？想表现那个平原里面台风啊，平原怎么样？就是到那个台风进到宜兰的样子。台风进到宜兰，嘿，台风进宜兰然后怎么样？就进入台风进入台湾。巴拉马台风。巴拉马。巴拉马。这张图它想表现的是怎样？是巴拉马流。是当时在台湾的气流，除了有东北。
边吹过来东北季风之外，还有就是因为有台风嘛，这样吹吹吹嘛，然后吹吹吹吹吹，那个风把海面吹上来了，对，把就会把海面上的水汽灌到宜兰这个地方来，再加上淹水，对，再加上考虑到这边都是山，这边都比较高，对不对？因为这边都是工会，就是理论上来说，就算雨下到这边，山上的水是会还是会往平地流，风就往这边吹，囤积了，就囤积水就在那边就出不去了。然后就是万一刚好又遇到了涨潮，那就更快乐，你知道？就是更快乐，所以整个那个时候整个三星在这个地方。这样我撤离了吧？我懂，这样我撤离。我不太确定，应该是有，应该是有，所以一定要撤离。而且你想想看哦，通常要是搭配涨潮的话，应该是沿海这边先淹，对不对？可是当时的严重到连三星，就等于是本级的这个算什么根部，放着最里面这个地方都在淹，所以可见那一次的台风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同时这一张图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宜兰这么多，雨源雨这么多，其实跟这个台风原理是差不多，只是正常的情况下没有这个台风，可是呢东北风呢都是从这个方向不断的灌进来，灌进来之后把海风带进来之后呢，通常那个到了我们这边靠近山的这个地方哈，你就想想看那个水汽放到山，可能就会有点前进不了，前进不了怎么办？就下来，所以就会下到某个地方，所以我们学校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之类的，它这个图其实没有做很精确，但在这个地方，那通常就非常容易下，所以是这个样子。嗯、那七股在哪里啊？七股，啊，台南的、欸，台南七股吗？你怎么知道问七股？啊，没事。七股。他累了。哦。我累了。台南。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图，你们觉得他在干嘛？我觉得是淹水。哦，水线。水线嘛。我觉得没有像喇叭吗？就是被折弯的喇叭。哎、欸，真的耶！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哎，南湖大山在这边吗？其实我没有去过。关键你知道南湖大山在哪边？就是在这边吗？好。哎、欸，需要你回答一下吧，南湖大山。这是我觉得太……还在后面一点。在后面，比这边还在更后面吗？对，那就假设说这个南湖大山大概这个地方，那。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水线是怎么样一路的这样出来，然后呢，我们好像喇叭状，这个其实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在我们学校这边嘛，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是这个冲三角形的冲击扇的几乎是顶点的位置。好，那这张图就更清楚，这张图它想表现的就是南洋星原图有哪些，然后还有清水星在我们这边，可是平常上学的时候好像没有。就是清水溪是一条溪，就是开车经过那个。我们这边前面吗？过那个清水桥后面那边清水溪。过清水桥后面是清水溪。是。哦。可是平常都没什么水。因为那不是溪，不是。因为是。哎，小雨。你们上次不是停在那边看清水溪吗？对，可是就是。哎，小雨。河道上都。南洋溪也是一样，但是在百分之像这种季节，可能80%都是。都是干的，所以这是今天早上那个我在5点钟在宿舍醒来，我到我们二楼的阳台啊，我就大概可以听到后面平房那边有水声，所以你看这里那应该是清水溪吧？那是蓝溪啊，是蓝溪吧？宿舍后面，前面这条是清水溪耶，前面这条清水溪要到牛肉桥才会到蓝阳溪。哦，清水溪要过牛肉桥的，所以是这个地方，对，这边转这个镜，总之就是雨一段就可以看到那个水坝。到哪边？我就往牛肉桥方向骑。不是，就从宿舍的。从宿舍往河堤的方向骑。对。哦。后面好像有一个类似什么，让你下去，然后去河堤。那个水坝很重要。那个水坝好像是应该是抽水用的。是，不是？是那个水坝是日治时期日本人建的。那在日本人建起不是水坝，河堤啊，在水坝建起河堤之前。这个算是我们山下就是这一片地方，那个地方每逢台风必淹，就是淹都死很多人，就是鸡啊、鱼啊、鸭什么的，大家都一起淹光光，怎么样？跑去。不知道那么小声啊，都害羞慌。为什么都害羞？对，那这个沿途下面有很多高原。这个就是沿途的那个有河堤图，像我们平常这个要是从罗东坐公车过来，都会先经过。我会先经过罗东西，我过桥，我沿途会过桥。我们到那个，我们罗东，
过。柯林，柯林桥，你没听过？哦哦，有想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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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了。柯林 Bridge，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不过这条它就有一些山，除了水之外，这个地方就有山，而且你们这个就写的起，你们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周围这边有很多的集水区，水库的集水区。它有全部设在啊？它有方位角。哦，对，有方位角，没错。它这个地方，它这张图就比较垃圾，比较专业一点，非常多的混乱。所以需要放大，没错。对啊，小马你放大一下。没有，就是这样。我有放大，我图交上来，我会把它们放到最大。所以呢，你的图就很独立。对，它非常。所以你可以用 Photoshop。对啊，应该要 Photoshop。这张图也一样，不过我觉得这张图最理想是它同时表达地形，然后还有地理，然后又有方位角，然后呢又有宜兰。这张图现在在台湾的哪个位置？那灰色的那个是什么？灰色。灰色的地方就是指它这张图，它不是要表达主题，因为它这张图它想要表达主题是南溪的流域嘛，所以跟南溪流域无关的地方，它就用灰色的地方表达。但是像这个地方也同样也是在宜兰市内，所以我找了这么多就是跟南溪有关的，我觉得我这张最理想。最理想。这张也是的，不过这张就没有刚才没有上那么清楚。聚集量就比较没有那么杂乱，看着比较舒服，看着比较像小马。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就是把地形看完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下那个宜兰的算是行政区划。这还比较清楚了。对，因为它要表达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宜兰县底下有分乡、有分镇，还有分市。然后呢？那罗东是呢？罗东是市吗？所以罗东是什么？是市还是？他在问你啊。我好像是。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好了。然后他就看得到了，你觉得罗东在哪边？看不到。你来前面看，你来前面看。阳山下的沙堆，山西下的又没有。走过来，走过来，你来是。不要坐轮椅，不要在这教室坐轮椅。他知道。等一下，先让他不知道，让他自己他就会知道。然后罗东是。我知道，东山江的上面，山西江的右边，五节江的左边，宜兰市的下面。好，我建议你可以用东西南北来的，你不要用上下图。好哦。山西江的北边，东山江西边，东山江北边，宜兰市南边。OK， 好。很好。小马，那他可以五节江的左边表示。对。绝对位置那就要报经纬，什么就不。头城呢？头城呢？头城到平林这段常塞车，我每次回去都塞到。陈瑞，你家住在哪里？我原本的家住板桥。不是，我说现在在宜兰。罗东。罗东是唱坤，然后有一只 seven， 然后唱坤的那一家。反正他就是每天都跟我唱坤。可是你这样说，我要是不知道我爱唱坤在哪边，那我还是不知道你。在罗东夜市附近。罗东夜市附近，所以就靠近市正中间正。差不多正中间的在左边一点，在左边，那就是罗东。让开。啊。让你开。哈哈哈哈你是住在罗东镇？让你开。他是三星家，哦，不是三星哦。每次事情正下。三星。那是二，就是三星家是正上的。两个人哦，你三星家就是南边的。哦。子怡，子怡在罗东镇吗？对，罗东是一个北上区。三星。罗东北边，靠北北城。北城。哦，北城也是，北城也在罗东镇或经过地方。北城大概在这北城，那我记得离东山北城，北城站坐往我们这边坐没多久就是那个。在上维扬路，维扬路。东山小姐。好，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你知道罗东为什么叫罗东吗？因为它叫罗东，因为它的英文是 Lodo。Lodo， 英文名字叫罗东。哎 ，Lodo Nation。今天我没有去过，在上坡附近，然后又在罗东国化工厂附近。对，所以
你今天你要跟我解释你住在哪边，你就要去以我知道的地标物为出发点，不然你这样跟我解释，我还是不知道你住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才要讲？罗东，好吧，你都我想说，我还想说你们对啊，因为罗东在东边，然后很多海螺。好，那为什么我不是那个海螺的螺？因为很难。你干嘛在那边尿尿？好尿急。然后旁边一个西螺，我不是太重的所以。因为那边很多西螺。西螺有很难看吗？西螺就不难看吗？对啊，西螺那边很难看。你滚！哦，罗东是这样，罗东其实他。那你还在那边尿什么毛病啊？你不要因为想引起大家的注意在那边求好不好？对啊，说是对的。罗东是这样，罗东是以前那个宜兰这边哦，宜兰这边的原住民叫是噶玛兰族，噶玛兰族跟泰雅族不一样，噶玛兰族，噶玛兰族它的意思在噶玛兰语就是平原的人，那相较于住在山上的是泰雅族的人，那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噶玛兰，就是他们住在平原地区，那噶玛兰族的族语里面发会有罗东这个字，我刚刚不知道怎么念，噶玛兰你确定是平地人吗？不是山地人。平原的，就是住在平原的。平地的。我查资料是这样说的啦，你知道我说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不认识格马兰，所以呢，资料上是这样说的。然后那个时候呢，罗东这个地方在那个被开发之前，都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山林。阿密斯。林树很，山林很多，山林很多就会有什么？差了一些东西。我没有差一些。山林很多。我差了。山很多，树很多就会有什么？没有我。说很多就会有很多旅馆这边。对呀、啊。耶、yeah, ，谢谢。还有个空间你买下。所以罗东的意思，罗东这个发音在噶玛兰语一直是猴子，猴子很多的地方叫罗东。然后呢，发音叫罗东，可是后来改成罗东这个字呢，是到了那个日治时代，日本人把这个地方地名改成叫罗，对，更早，日本人来之前，清朝人取的叫罗东。日本人没有把它改掉。日本人嘴巴很贱。有时候台湾那些旧的地名，有时候日本人会改，有时候日本人不会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猜可能是因为这个音他们比较好发嘛。比如说像基隆，它就会改成了基隆。对，就只是字的改变嘛，可是发音还是一样。打狗就变成打狗就变成了高级。打猫改名叫狗熊。哎，大学这是什么？打狗有个差别。就是这是什么？细节。就是说，像你说那个高雄的旧地名叫……哎，不对，那个叫护卫，说错。对吗？对，那个叫护卫。打狗嘛，打狗是原本当地人就是叫这个地方，怕告诉，就是台语的。哎，你改过啊？为什么改过？不知道。为什么叫高雄吗？很会淹水的水管点，改名叫细节。哦，因为打狗这个音。用日文发音最近的发音叫做 Takao， Takao 这个字在日文里面可以换成汉字，就是高雄。所以高雄，所以这个地名高雄 Station。日本有一个地方叫高雄，我真的在哪边？我不知道。小地下有一个地方叫做子房间，子怡都是房间，子怡房。不好意思哦，我知道我们家子怡没有房间。熊安房，你呢？啊？现在讲到哪里？现在我们在讲，我们刚刚在讲高德罗东怎么叫罗东？哎，等一下，你们谁可以告诉陈生为什么罗东叫罗东？让你猜。不行，要讲，告诉他。好啊，就有很多猴子啊，猴子在格马兰语里面就是罗东。嗯。闹钟。哦。闹钟。哦，所以你是格马兰人，说唠两句来听听。闹钟。闭嘴呀！好，那陈生你有听懂吗？从罗东叫罗东。听懂。再说一次。因为猴子。猴子怎么样？然后他的他又叫罗东，应该吧？哇，好，有听懂。好了，我们只可以定义是这个地方以前很多格马兰人，然后呢，格马兰语里面的猴子就是叫罗东，所以说就变成罗东。哦，等一下，你再少说一点，因为罗东这个地方很多猴子。罗东以前罗东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猴子，然后呢，格马兰有格马兰人，又有格马兰人，格马兰人就把这个猴子很多的地方叫做。所以格马兰人跟猴子结合在一起变成罗东，那个时候，那北城算是罗东吗？北城是不是在现在罗东的一个？就是宜兰就对了。北城里，北阳路。对啊。好，那来现在问看一下，这地图上这个蓝点是什么？罗东。就是罗东。罗东。这是现在罗东镇的。好小。很小。罗东镇
到罗东。哦，是什么意思？因为罗东很热闹啊，你说吗？罗东又有火车站，又有客运，我记得要晒干了。又有便利商店，一大堆特别东西之类的啊。十一大概就在哪边啊？北城，北城的哪里？
什么？哦，我手，哎，啊，啊，怎么了？我刚刚动得到。好嘞，干嘛了？现在看过了，刚刚动机。我们现在看过了几张罗东的图。扔的。那你觉得这张图怎么样？不知道，感觉在中山路，这个在台北啊。对啊，这感觉是在台北。哎呀，我看一下那个，它就是在罗东啊。台地里是蓝色。你要怎么知道它？梅花形象馆。竹林国小，所以想问。我说你们觉得这样子怎么样？这样子的目的是做什么？看它的爆发，就是在湖区，就是那个观光地图。观光地图缺的，又很观光，对，它是有些观光地点很多。很观光。但是我跟你们说，你们判断一张地图要做什么用？有一个方式，就是可以看它这边的图例。这个东西叫图例。图例的意思说它，图例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说明说这张图上的很多，比如说什么颜色表示什么，什么路线，或者是什么样的符号表示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它有台九线、台七丙线，然后它绿色是环什么道路？环什么道路？第一道是第二个是铁路，对，跟铁路。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张图，它的土地上面，它其实标示的各式各样的主要的干道，所以这张图它的用途应该是一张以交通为主。所以我记得上个礼拜那个陈瑞有说，当然要怎么样地图好，当然是 Google 地图好。因为 Google 地图上面有很多的资讯，但是当时秀玉的回答是，有时候当你的目的不一样的时候，就要一样。有时候当你的目的不一样的时候 ，Google 地图那么详细，你见得着。假设你今天就要开车，我们先来看另外一张。看今天。关城，注意前面。哎，你们上车了？你们两个来。假设这张图，你们觉得今天如果你要开车，你会使用这张图吗？不会。不会太乱了。对吧？你会瞎。相对之下，还没到门也已经瞎了。除非怎么样？除非他眼力很好。除非眼力很好，能见掉，看到率很高。对，所以相对之下，这张图它就显得很简洁，因为它把你不需要的开车不需要的资讯全部都过滤掉。哎，陈瑞，你也蛮酷的，你不要一直等。好吧，你懂事是吗？挑中间，看挑中间。那磨蹭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三星乡哦。三星乡看到了，就在罗东镇的西边。嗯，西边。好。那个东山乡的那个让我们去西北边。嗯。然后呢，那个五结乡的西边的西边。因为中间隔了一个罗东镇。OK 哦。好哦。然后再来一个宜兰市的。那个什么的，西南边。然后，在那个南投县。对。南投县上面，就是三乡上面的那个区是什么？大便。那你不知道你还说？那你知不知道？你要知道的话，就可以帮我说。哦，原山乡。哎，修一他家哎。对。修一。我们家没有那么大，不好意思。哎呦。好，然后那我们再看一下，你觉得这张图它想它的卖点是什么？这张图有什么？干，我逃不掉。就是线啊，路线。除了路线之外呢？除了路线之外，地点。什么样的地点？弄头。弄头。这更是绝了！真的，这张图它的重点是什么？它想要表达什么？它想要表达路线走啊。除了怎么走之外呢？就是。没有发现，比如说像这些蓝色的字，它有它本来是有多点哦，就是那些观光景点。观光景点，蓝色的字都是观光景点。公开。那我们来发电厂是观光景点。发电厂是旅游，它观光景点。它不是啊。哎，不对，它是会画错了。蓝电厂，我有疑惑是蓝电厂。哪边画错了？如果蓝发电厂在这里的话，那为什么长尾湖在这里？全都我不知道在这里。长尾湖在这里，我跟宣龙湖不知道，我觉得宣龙湖不知道位置。不是宣龙湖。不知道是我们上山的时候，在骑上坡的时候看到路，对对对，接下来发现好像是也全都不知道应该在这里，然后长尾湖在这里，然后我们学校在这边。对，所以他觉得我不知道的位置跟长尾湖的位置有多。对，我跟你讲，这边是北边，这边是南边。看掉了。不是，可是你看南洋发电厂的位置啊。你南洋发电厂的位置对的，如果像不在这里，那南洋发电厂在这里是没有错的。那如果这样上来，长尾湖会全都不知道会比长尾湖还要险。哦，对啊，所以他讲好错了，好错了。好，你先继续，我们可以做。来，品系。你看这条咖啡色的线啊，那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条咖啡色的线是台湾啊，就是装满咖啡的线啊。台湾。
箱跟可能筛选。哎、欸，那你可不可以指出我们的宿舍在哪边？大概有。小马，那为什么三星跳三星五站，还有三星二站？这是公车的规划，因为三星箱，三星那个镇上很大嘛。对。我吓到了。他们说，这边是这两大桥，大概是这些。我就是小马，知道吗？三星那边三星二站，那上只差一百公分。那为什么这么近？好哦，好，就这样来说。哎，你可以回去了。这张图哈是那个三星乡公所画的图，记忆卡，记忆卡。不要往，不要往前掉，是不要往前掉。我们的宿舍在哪？对啊，你指一下，你看我们宿舍在哪？秉清刚直播。我在找玉竹家，找找我家，找我家。我要找我家。小马，你要成功开出所站的。
会烧成快啊，你要做什么？滚开啊！再用一个地址，你知道在哪里吗？你两个现在住的地方地址？我知道，现在也有。基本是反正就我先给我一百万回家，然后花三套欧。欧。哦关系。
等一下啊。田地也是三个。
哈丽莎。哈丽莎是什么？哈丽莎也是哥玛兰语。哥玛兰语的三星。不是哥玛兰语的意思，它有它的意思，它的意思叫做那个。哥玛。竹林茂盛的地方，因为以前这个地方就是可能竹子很多，像是，所以哥玛兰人就把这个地方叫做哈丽莎。不知道长到绿竹。所以最早清代人在这边就是开垦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就比较什么的哈里来，就是巴里沙社。后来日治时期才把这个地方改名叫三星。对，因为那变少了。哎，有这个可能，我猜。李欣，李欣，你要不要告诉那个绿竹，以前这边三星叫什么，地名叫什么？那个竹子很多的这个马来语。嗯，发作帕里沙。发音叫帕丽莎，意思就是发音叫做竹林茂盛的地方。哎，竹子英文怎么讲？Bamboo， 叫做 green bamboo。这是这个长。这么长。难怪你们提工程先要加 bamboo 这一段。好，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你们知道宿舍在哪边吗？没有宿舍。这边是这个是三星乡的行政区。然后，哎，绿竹，你家是月眉村还是义德村还是？浪涛哎。还是吉？是吉吉什么村？瑞眉村。瑞眉绿。你是真的要让我猜，你不知道你家什么村？是浪你猜啊。我猜是住的在月眉村。花边村。对，已经猜对了，宿舍就在天府村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的学校在圆山村，大概是在，其实我因为这边没有路线，我不知道。可是学校我们这个地方还算在三星乡的圆山村。哎，我刚看到猴子。哪边？那边。你看到树叶在动，刚刚猴子爬过的中。我的应该在双贤村。双月没在过去。猴子也月没在过去。双贤村，我知道了。双贤。他在全联部，哎，他在一三五那边，对，一三五后面那边。可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下一站，大埔。大埔。来，大家听过来哈，天颂坪，山下这个地方叫天颂坪。啊，大埔。天颂坪这个地名，它其实就是大概指的就是现在天府村跟天山村的。你知道天颂碑吗？坪。坪。知道碑吗？那个字念坪。你知道碑吗？哪个碑？就是有一块石头，就是天颂碑。在靠，就是三星道。就一大埔大概在哪里？天颂坪路上。就是那条直直的路上，直到就是第二米过去，还是第二米后？以第二米为那个支点的话，第二米呢是商店啊。你看第二米，经过再经过就可以。更靠近三星那边。哎，小马，阿华哥在哪里？华哥。大傻。大。大。因为眼睛闪掉了。我不知道哎，因为那是公车站。因为那边有附近很多学生都会在那边上车。我猜应该在这一带，就是大隐村过去一点，因为大隐的后一站就是会经过的什么大隐后。没有。我记忆都是这样，我觉得我的记性比你好。大埔新国和洛色。我问。哪边？万富村，也有可能是他们希望他们变得很有钱，所以把自己的村名叫万富村。万富村，在这边。天上的城市。骗人。这张图它就比较糊一些。双溪。对，但是基本上就是个旅游导览。站站，双溪二站。不要报公车。对。不要报公车。安静，不要报公车。双溪二站。好，来，那接下来我要讲，接下来要开始讲，就是我们这边当地的历史之前哦。很爱伐木。对啊。琼安，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伐木？我要靠伐木。为了自己搞一些家庭。等一下，我认识琼安。承认。哎，你知道木头还是稻草？然后呢？为什么还要做合成法？伐木为了干嘛？要做合成材。哈哈哈哈哈哈！讲点有建设性。就是可能要建造家具。家具，嗯。制造房子木材的类似像贴壁，贴壁装潢的，比如说装潢桌子、地板，像这种桌子也算家具吗？或者是一些观光景点的步道都会用木